的人类不适合做运动，他们有菜又爱玩，任何运动都想参与。这群人的要强是刻在骨子里的，只要我不承认方向感差，那么差的人就一定不是我。他们在秀技的同时还不忘锁定一位幸运观众，这也许是体现他们方向感的一种方式吧。有时候他们甚至怀疑自己的没有小脑，但凡小脑控制住身体也至于这么尴尬。方向感不好也丝毫不影响他们耍帅，即使他们耍帅失败，